一垒手挡了下来，跑给投手。哇哦，哇，这场比赛其实崇越的守在这个两个 corner 哦，两个一垒手和三垒手都有精彩的挡球表现。杨代君、江建敏真的是守备的反应快。那当然，林威志这个球了哦，快速的到一垒做补位，这也有功劳。有时候怕的就是一垒手拦下球之后，但一垒那边没有人，没有人来补。